张妹来分析，谁神谁明搞不清。我们八号是争预言家的话，那四号是狼，但是他刚刚是跳神的这个职位，他跳神的话，他能回答我吗？不能，不行，自己想。那我等下听后面发言，看我的笔记有没有错。哦，我相信我再可以在从中间找到我的答案。